有电子手表，知道些吗？我没有，你没带。我的手机还充电器。啊，居雨晨嘞？啊，你嘞？手机。有流量不？有啊。可以。没有流量，我也可以给你。带了什么？钱。哦。我也跟你说，我也带了。带了几？我带了2块钱。那么多，等会儿你把给我藏好来，把给我搂出来。那个，姐你说啥？我搂出来的。妈妈今天生日。我看到朋友圈，妈妈好像说她生日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？你是想给妈妈点个蛋糕？虽然是，要给她空运过去。空运。进口蛋糕。那要不要我？你想让我怎么协助你？
包卖。后面的人在，你后面的人在看动画片。朱迪，车上不要看手机，听话。被你带回晕车哦。你们仨给我互相监督啊。他还在看吗？没了。不能看，听话。不然到了你们到了地完没精神吃肯德基哟。那我就让刘瑞熙多吃两口。咖啡没精神啊？你喝咖啡吗？喝咖啡也没精神。喝咖啡不对，是有些人他就是体质就是不一样嘛，他有些人他就是喝咖啡其实起不到提神的作用。这么小的小朋友喝咖啡，在搞什么东西啊你？装小大人了。那个小孩不能喝咖啡的。是。谢谢你，下次你可以不喝咖啡，你喝茶。喝茶，我懒得泡。我那个杯子啊，泡一杯茶下去会很，它没有过滤我。哦，那可以买那种小茶包。我家有一套。茶具是吗？哦，不对，是我爸办公室。啊，你家没有。就你们家没有人就特别喜欢喝茶，对吗？对。哦。只有爸爸招待一些客户的时候，嗯，才会用那些茶，才会用上那些茶具。嗯。哎，你们问一下你们谁带了水杯？我没有。你没带？雨辰带了没？带了。你直接去买。嗯。去哪里买？是我自己买，不行，不能让你浪费一分钱。行，陈教练交代了，那个刘瑞霞，国家级保护动物，重点保护对象。待会儿我们到了荔湾那边下车的时候，你们仨看谁，你们仨提，谁提醒我买点水啊？真下饭，这个粥可真像饭呀！这本来就是粥。没有，就是那个粥啊，它不是本来应该是那个汤，那个。那我考你们脑筋急转弯。
全身都是毛。对，不亮了呀。哇，还有，再来，再来。还有，等我想一个啊。嗯，等你到试试。嗯。500块，飞机上有500块吗？掉下来一块，请问还有多少块？什么？飞机上有500块砖，掉下来一块。嗯，请问还有多少块？499。好，没有了吧？它都掉了一块了，那其他应该也跟着掉呀。被别人刨下去的。啊、嗯。为什么飞机上还掉砖？被人丢下去的呗。对呀。
家离银杏馆远吗？多远？就是山东大道那边。那你平常从家里面去南阳要多久？走路都可以。走路？就在我家对面。哦，你是保利花城的。
早上吃了，吃了啥？面。陈教练啊，瑞奇说他今晚十二点不睡吧？我说十点之后。十点之后不睡啊？不对。喂，陈教练啊，瑞奇说他十点之后不睡吧？不对，是十点之后我才不睡。喂，陈教练啊，瑞奇说他会睡吧？6个小时的飞机是自己去吗？就是自己爸爸妈妈带你去？我爸我妈妈